外面还是很危险啊！哎，儿子，你不舒服啊？我没事，我叫你爸带你去看医生。老爸，他爸，连续叫几次都不回应，老爸惨了，要被骂了。肯定是在忙，我去房间叫他了。老哥。干嘛子？真正的阿妈呼唤，吼两声温柔，第三声全名。如果还不回应，绝对生气。所以你是假的。哎呀，儿子不舒服啊！我没事了。哎，别逞强啊！啊？这几天天气太难捉摸了，很容易感冒的。 感冒都不是什么大事啫。为什么啊，儿子？因为我爸没你这么疼我。有什么不舒服，他只会说大惊小怪有鬼事呗。而且他还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，哎，我没唱完呢。想不到都渗透进来，要赶紧找奶奶。喂，乖孙子，喂，爸妈，你在外面吗？好危险啊！哎，冇事啊，马大喊人渣啊。乖孙子，你进房。 你呢度老母点臭你噶？呢度嘅臭水噶，有你入门第一日开始我就知道你得啦，都唔知个仔仔啱点样咩啊？我同你讲，佢肯定好饿啦。这绝对是真的，奶奶。